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今次咧，我哋拍摄呢个 VR 嘅 MV 啊，咁我哋今次 MV 嘅主题咧，就系讲我哋系一班呢个银河宇宙嘅守护队，就系保卫呢个宇宙嘅和平。咁但系咧，其实咧宇宙咧已经和平咗好耐啦，所以其实咧我哋有功翻咧就系等于冇功翻嘅，所以咧大家咧就开始。因为太无聊啊，所以大家开始揾好多好无聊嘅嘢。咧，咁我就系一个好好认真啦、啊，好正义凛然嘅队长嚟嘅。咁就有时会成日都虽然冇乜嘢做，但系都会督促佢哋做嘢啦。最后咧就真系有嘢做啦。今次遇到嘅陨石问题系可以透过本《石破天惊劲武拳》嘅秘笈咧入面得到答案，然后我系带领大家拯救呢个地球嘅。咁以往可能比较会放低偶包嘅，可能系 Igniter 啦。或者All in One 入面嗰個鬼臉嗰一幕啦，咁呢一啲都係我哋 Mirror 會一齊放低包袱嘅。咁今次咧，其實啱啱拍攝嘅時候咧，導演溝通咧就係、是、想做一啲可能想有少少周星馳味道嘅舞步啦。咁但係後屘咧做咗出嚟之後咧，就覺得啊，都個舞步都太舞步喎，佢想有啲冇咁舞步嘅嘢，咁樣先至可以俾到。冇舞步嘅 Mirror 大家睇嘛，咁所以咧啱啱就即場就度咗啲，大家都哇呢一種發癲發狂發喪係幾有 feel 喎，咁樣咯，咁係都開心嘅今次嘅拍攝。係啊，咁而今日個 MV 我覺得都好適合我哋嘅。計上次應該是 boss 嗰、那個玩完之後咧，就今次呢個係又再揾我哋玩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即係導演一嚟到就話：喂，好掛住你兩個孖寶啊！今日都係整翻個孖寶先啦。咁所以我哋啱啱都創作咗好多唔同嘅線啦，好好笑，即係創作力量同幻想真係會嚇你一跳嘅，完全唔計，因為平時都大把黑黑圖，我都因為大家鋪大家黑圖嘅。同埋因為平時我哋 MV 咧，就算睇落冇黑圖啊，但係就咧你喺啲0.12秒裏面咧，你突然間 pose 咧，我哋啲跳舞樣都突然間會咁。佢最終極我鋪你嗰張屍骨鋪你演唱會嗰張，所以啲事慣咗啦。OK， 我以為係我哋嘅傳統。最上呢幾次 Mirror 嘅團歌 MV 都係藍團少少。型格，自己話自己。其實今次我覺得係，今次係第一次咁，咁第一次咯，因為算一個第一次咁樣 ，Later 都冇咁勁。Boss 都冇咁瘋狂。喂，我想講最勁係咩 ？Angel 個頭點揈佢都唔會，即係我係 Spray 王嘅。跟住係，即係 Lisa 咁樣嗰啲咧。乜嘢啊？即係完全唔會喐咯，個碌金係。Spray 王方面。今次我哋演唱會主題曲 VR 咧，其實就係想同我哋嘅 fans 多啲交流，同埋帶多啲開心俾大家嘅。冇錯啦，想我哋今次演唱會咧做呢個主題曲係比較開心啲啦，希望我哋入場睇嘅 fans 同埋觀眾都可以感受到佢哋正能量。同埋今次呢個編舞咧 ，Roger 特登有一段咧係比較星力場嘅舞蹈，都唔算好難嘅，咁就希望現場嘅觀眾可以跟住一齊跳，大家一齊開心。好啦，今次拍 MV， 大家覺得邊個最搞笑，同埋邊個忍笑最好？講一搞笑先，頭先好唔好啊？最搞笑最高啦，嗱我哋一二三指好唔好？一二三，大家都搞笑，大家都搞笑。咁點解搞笑啊？點解搞笑啊？因為我覺得皮皮咧係佢係嗰啲一嘢就中嗰啲啊。但是他今天就很高工，就嘢嘢都中，所以我覺得他都今天算爆燈的。我以為他那些他都不想的，其實你要都要去問下自己。你有什麼說啊？其實我一向都不覺得的，但是你們開心我就開心了。誰覺得阿雀指阿雀？我覺得阿雀最不是，除了樣子之外，我覺得阿雀最搞笑就是今天懶特別想著就穿單邊王，就特登不，我們11個都穿整件，他就特登穿單邊王。咁咧喺度就犯連氣嘅問題啦，之後啦，咁最尾就連唔到氣啦。佢話 OK 嘅。OK 嗱，但我覺得要俾個特別獎係 Elton 嘅，因為睇 MV 就知道 Elton 有個特別角色，到時就知咩事啦。咩特別啊？啱啱好似好多票噶，但我唔知幾多票，唔記得咗啦。Elton 啊，哦，又講兩句。喂，有三票，我有三票喎。需要票俾曬佢。好笑啊！唔可以啊！你嗰邊講佢先，冇啊，好盡力咯，盡力搞笑咯，係咯，你咧？
你都好搞笑喎！搞笑喎！唔該曬你，唔該你，多謝你，多謝。忍笑，其實我覺得忍笑今日大家都幾叻，因為其實大家都今日咧就好多人都好高功，但係今日都冇乜點樣爆蟹嘅情況出現，大家都收得好埋，係啊，大家都有一個非常專業嘅演出，所以就俾啲掌聲自己。嗱，再過多幾日咧就係我哋演唱會啦，咁大家覺得？樂迷們入場睇演唱會，首先要做咩呢？我覺得第一件事咧，就一定要係背好曬歌詞，聽多幾次我哋嘅歌，順手幫我哋擦一擦個 hit way 嘅。大家覺得有啲咩要準備啊？記得戴飛，戴多個口罩，因為咧會跳到流曬汗，係啦，走嘅時候咧就濕曬，跟住毛巾咧就因為我哋跳到行拎含淋濕曬咧，你哋都會好興奮，都會濕曬啲汗㗎啦，所以你哋都要帶條毛巾。去定開嚟啊！去廁所啊！哦，正經啊！有料，特別唔好揀佢唱歌嘅時候去廁所啊！最後，如果喜歡嘅話咧，就多啲聽我哋嘅新歌《We Are》，同埋演唱會見。Yeah.